我们上课，我要先点一下名。48号不在。他有来吗？48号，今天。没有，好像生病。OK，好。好，那我们继续上课。我们应该昨天讲到，有讲到行列式哦。昨天有讲过一点行列式吗？还是完全没有？昨天讲有讲到这里，讲到那个它的几阶啊，然后第一。OK， 好，那我们从几阶那边开始啊。那我先大概复习一下。好，行列式一定是一个方阵哦，一定要求是方阵。不过它所对应的一个行列式所对应的就是代表一个量，就讲它代表一个值。所以行列式符号是一个两条杠线，就类似一个绝对值。矩阵是挂弧或方挂。所以下面是一阶、二阶、三阶到 n 阶行列式。所以如果今天给你一个大写字母，就它就一定是表示矩阵的，所以一定是挂弧表示。如果今天大写字母加一个前面加一个 determinant 挂弧，就代表行列式，又或者是两条杠线，它也代表行列式。所以这个几个差别弄清楚。因为现在是行列式啊，这样我们就没有那个位置。第一，这边下边就无法再写 A1A12 了，所以我们直接把第一行全部第一列全部叫 A， 第二列全部叫 B， 第一行叫 E， 第二行叫二。我们符号有点跟动了，所以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就好。好，我们介绍什么叫行列式运算。我们讲行列式要如何展开，我们就从一阶没有东西好讲，最小就是二阶、哦、所以我们从二阶到三阶到四阶，所以我们只会学到四阶的展开，五阶以上都是类似的方法。好，我们先看最小的，先看定理一，我们先跳掉，顺序有点跳掉，我们 1.1 跟 1.3 一起上。所以我们先跳去 1.3 的定理，第11页、那个方法我把它定义叫降阶法。所谓降阶法就讲可能四阶、三阶行列式，三阶我把它降去二阶计算，二阶把它降去一阶去计算。所以所降阶法就是这个名字。行列式的值会等于任意行或列的所有元素乘上，就是乘上代数与子嗣之总和。所以我们先为了这是一个定理，所以然后我们先慢慢看定理里面的元素跟代数与子嗣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一开始介绍代数与子嗣跟与子嗣跟代数与子嗣，看二阶行列式，这边是二阶行列式。好，我们先看什么叫 A1 的与子嗣，你就把 A1 找出来， A1 是在这个位置，所以它与子嗣的话就把它的行列割掉。就讲你想象拿一个铅笔把行跟列删掉的话，你余下的东西我们叫它是余子嗣。所以这个余子嗣就是我们一个数字，就是 B2。 所以你先写这余子嗣叫 B2。 所以所谓的余子嗣就讲它的行列割去，割去过后余下的东西我们叫余子嗣。像代数余子嗣，它就是在第一个位置 ，A1 是在这个位置嘛，所以 A1 的代数余子嗣，这两个中文字是差一点哦，一个是叫余子嗣，一个是多了代数余子嗣，两个有差别了。代数余子嗣只是余子嗣里面的正负号，所以我们把代数余子嗣定义成大写的 A1， 像这个代数余子嗣叫 A1， 可以等于在第一个位置，我们就把它叫正。所以等下会跳那种东西出来，第一个位置是正的，所以这个只是把余子嗣前面加一个符号叫正的，正的我们就不用写 B2，
有问题吗？这只是一个定义哦，所以你先认知什么叫余子式跟代数余子式。它的定义就只有去记得它而已，所以我们先找什么是余子式跟代数余子式。所以同理了，第二 v e 的余子式是什么？你把 v e 在这个位置嘛，你把它的行跟列割掉，就会这样，类似我们slide一样割掉了，我们就会剩下 a 二，所以这就是它余子式 a 二。这样代数余子式的话，你就看 B1 在这个位置嘛，这样第二个位置的话，我们是正负正负这样跳，第二个位置就是跳成负了，就是 B1 会等于负了 A2。 好像我们像会等于负啊，哦，它是第一个位置， A1 在第一个位置嘛，第一个元素我们把它加正了，走一格我们就会变一个号，所以第二格是变负了，它是这样定义，它左右两格一定是一号。最后的结果我先给完你啊，二阶是不是四个元素吗？它们代数余子式的符号一定是正负正负，正负负正，就讲正的旁边一定是负的完，负的旁边一定是正的完，一定是这个结果，它旁边一定是一号，符号一定是相异，这个是结果吧，背起来。好 ，A2 余子式是多少？就把 A2 这个位置，你把它行跟列割去，你剩下的东西就余下的东西，我们叫余子式，就是 B1。好，你就看 A2 在这个位置嘛，对应这个符号的话，假设从第一个元素开始跳起正，这样下一格一定是负了。它附近一定是负的，所以这位置是负的，所以这边是 A2 会等于负的 B1。 希望你可以接受得到，这只是一个名词，我们将定义出来，你只有一开始就 follow 它的定义。好，最后一个 B2，一样 ，B2 就是把行列割去，余下的东西我们叫它是余子式，所以余子式没有符号，就我们直接这样写的话就是 A1。 像 B2 的代数余子式，它在这个位置嘛，对应的是这一个位置，正负正，所以负的旁边一定是正的，所以这位置一定是正的，所以 B2 的值就是正的，我们就不用写加了，就写 A1。 小画一下，我们这个后面三节也是一样这样的用法。所以余子式意思就叫行列格去余下的东西，我们叫余子式。代数余子式就是它有一个代号在前面，正号或符号。所以它整个符号都会满足这个这样的形式。所以你就猜一猜三节的话，它会是这样的结果。它符号是这样。一定是一开始是正的，接着跳负正，过后正的旁边全部都是负了嘛，所以这下面一格一定要是负了，这样就会跳成正负正负正，反正是正的旁边一定是负号，负的旁边一定是正号，所以三阶一定是这样写的，第一个一定开始从正开始，有问题吗？没有啊。所以余子式代数余子式它是一样的，只是代数余子式多了一个正或负号。好，所以我们就认识了什么叫余子式，过后代数余子式就是差一个正负号，我们就看行列式的值，它讲行列式的值等于任一个行的所有元素乘上其代数余子式之总和，我们就看这句话应用在这个行列式的值要讲算。所以下面这个A1 B1 A2 B2 是这个行列式吧，我要算它的值，就是讲它等于了，就是等于，就是表示它的值要等于，讲算它的值，这一题是我按，我们先复习啊，行是叫横的嘛，英文是叫 row， 列是直的，我们叫 column。 好，这一题我们是按，你看第一个是 A1 B1， 我们是按 R E展开，这上面只是告诉你我按什么展开。R1 就是我们第一行，我把它框起来。R1 第一行第一个元素是不是叫 A1？ 所以这边是 A1。
第二个元素叫 VE。过 AE， 你想一下 AE， 它代数离子式是把它这个行列割掉，是不是剩下 B？ 就剩下 B2 嘛。这样它 AE 的代数离子式我们叫大写 AE， 这边已经告诉你了。AE 的代数离子式我们叫大写的 AE， 所以我这边写元素乘上它代数离子式，元素乘上它的代数离子式。所以同理 ，VE 是在这个它的代数离子式就是大写的 VE， 过后我们要求它的和，所以这边是用加。第一个等号有问题吗？消化一下，第一个等号没有问题哦。反正我今天按 R1 展开，就是按第一行展开，就是 AE 乘上大 AE 加 BE 乘上大 BE。好，我们这时候看大 AE 是什么？大 AE 这边已经告诉你叫 B2 了，所以我们这边会写成 B2 了，就是什么大 AE 了。这样 BE 就是负了 A2， 所以我们把它负号正负得负，就得到这个结果了。所以这整个在行列式二阶的算法就是这样算出来。你或者你今天你不想用 R1 展开，你也可以用其他。如果今天我用 CE 展开，这样我要讲写等于什么，你就看我用 highlight 啊。CE 的指示是叫 AE 跟 A2， 这整个叫 CE。像 CE 的话，第一个元素是不是叫 AE？ 我们讲它元素乘上它代数离子式。小 AE 的代数离子式叫大 AE， 之和就像加。第二个元素是 A2， 所以 A2 它的代数离子式就叫大 A2。 这个有问题吗？好，我们把大 AE 代数离子写出来是什么？大 AE 的代数离子式就是大 AE， 你把它行列盖掉，这个位置是 B2， 而且是正 B2。然后加上 A2 乘上 A2 的代数离子式，所以你把这个位置，我们这个位置行列割掉，剩下 BE 嘛，这个位置是负了，所以这边是负 BE， 所以把它乘开，你会得到是 AEB2 减 A2BE， 这两个结果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不管你按哪一个行或哪一个列，结果会一样，所以我们还会讲一样。所以我们还会讲这一个，任意行或任意列展开都是一样的。你不用 R1 你可以用 R2， 你不要 CE 也可以用 C2。 所以你现在我们目标是跟你讲什么是离子式跟代数离子式，接着我要算它值，你就按行或列去展开。这个二阶有问题吗？没有啊，我们因为你们现在是印了 PPT 的嘛，所以我们先跳掉几个 slide， 先做一题先，再回去三阶。好，我先直接跳去二阶后面一题先，这三阶先不要看它先。等一下，我们看一个例题先。好，我们看这一阶，这个例题已经告诉你 A1 A2 B2 吧，在这边二阶，它展开是 A1。大 A 加 B 大 B， 所以我们再把这个公式试探套进去。如果今天你记得我们行是叫 R， 列是叫 C， 所以今天你用什么展开？因为二阶你可以不要写，三阶、四阶以后你就要写出来。所以习惯上我的每次都会写，我这边写按，今天看你喜欢用什么。如果你要用 R 是横 ，C 是直的嘛，你用 R。R1 的话就是横的二次展开也可以，你用负一零展开也可以，反正你都是要把它元素乘上代数离子式加元素乘上代数离子式嘛。所以聪明的你会选择第一行第二行是第一列还是第二列，哪个会比较快？第二行。为什么？因为负一跟零乘起来比较好算。对，因为有凡是有零在这个元素在的话，乘任何数都是零哦，所以后面就可以忽略标记哦。所以我们都会选择有零这元素在，零这元素在第二列、第二行或第二列哦。所以你可以选择 R2 或者 C2 展开会比较快一点。等下我们试试用别的方法，如果今天用 C2 展开，按 C2 展开，好 ，C2 的元素是不是叫负一 ？C2 我用 highlight 起来 ，C2 是。这个
40嘛，啊，我们就按第一个元素四乘上它代数与子嗣，把这边割掉，四的行列割掉，你会剩下什么？负一，所以四的位置是正还是负？四这个位置负，正负正负嘛，所以这位置负，一定要放一个负号，乘上它代数与子嗣是负一，所以有两个负负变正了，这个有问题吗？后来再加第二个元素是零，零后面是什么数我们就不管了，反正都是零，所以这答案就是四。OK， 好，我用不同颜色笔，今天如果我真的很笨看不出的话，我用 RE 的话，你就用我全部抄一遍在这边啦。我抄一遍在这边，我如果用 RE 展开，这样我就慢慢写，是不是叫二乘上它代数与子嗣，就把它行列割掉，这样我就会剩下零嘛。所以这边二乘上零加第二个 RE 是我们行来的四，第二个是四，我就把四打开，四的位置刚好是负了，因为是正负的负。它与子嗣是代数与子嗣是负了，乘上剩下元素是负一，所以答案你是算它是四。所以不管你用哪个展开，答案都一样。因为四是负，还有那个负一也是负，所以才要加了一个负给它。对对对对对，是因为四是在负的地方，还是负一在负的地方？四是在负的地方，所以它的代数与子嗣有一个负号。哦，不是负一在负的地方才要加负啊？不是，是四看四哦。啊，有问题可以问哦，因为我们是跳跳顺序教，所以跟你自学课本可能有点落差啊。四的代数与子嗣，所以我们看一个例题过后再回来看这边。好，我就这边先消化一下，我就直接进三节，讲完三节再讲四节才慢慢看例题。然后代数与子嗣我先做一两题过后下面就交给其他人做，不然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好像上了，回到上面的那些题目。好，我就开一个第一题了。这是九个元素，它是三阶，所以我们看 AE 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哦，代数与子嗣的话就是把行列割掉，去把你把想象你把铅笔这样划掉行跟列，会剩下的东西是叫它有两个嘛，它有四个元素，所以你用行列式形式表示 B2C2B3C3。 好，这个算法刚才已经教过了，刚才已经教了这个讲算了，这个有问题吗？当它代数与子嗣叫它这个位置的话，它是正的，所以这边代数与子嗣就是一个正的，所以我们写大 AE 会等于这个正的。正的我就不用写符号了，剩的下面八个你自己写先，然后我们再对答案。先出点几个人出来，而且座号在旁边呢，等下如果你真的不方便你就打字在旁边给我。7383940，等一下，sorry，34353637383939，应该不难的，40 42，而且是没有被压过。
就点一点。你好了就打在旁边了，或者你讲也可以。34号，你跟我讲你的行鱼子是多少？啊，一个一个来，三四，你们打了到你们手才 key 给我，不然我会乱掉。A 二 C 二 A 三 C 三，对 ，A 二 C 二 ，A 三 C 三，过后代数鱼子是大写哦，大写 B， 而且是。A2C2A3C3 这个位置它位置是负咯，所以 B1 的代数鱼子是有一个负号的，所以前面有一个负，后面就是 A2C2A3C3， 所以这个位置有一个负，稍微注意一下。35 A2C2A3C3 对对对，这样代数鱼子是正还是负？对，正的 C 一是正的，所以照抄旁边那个就好了。A 36号，B，OK， 好，这边是对哦，36号这边讲的是。A 二代数鱼子是 B 一 C 一 ，B 三 C 三，只要把它行列割去，剩下的东西就叫鱼子式，而且它是正的，对，所以我们用大写的 A 二表示。哎，这位置是负的，负的，在这个位置正，三阶一定是正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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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这样跳动了。你发现 A 二是在这个位置，这位置是叫 A 二，它是负的，所以这边要放负的。稍微注意一下，后面几题的人也是注意一下这个位置，有负位置要代数鱼子是有负号。37号 ，A 一 C 一 A 三 C 三，对对对，正还是负？正的，对正的，所以这边大写的 B 二是正的，旁边就跟着照抄而已，所以38号。等一下啊，鱼子式是正的 A1B1A2A2，好，对，但是报你有算错了 ，C3 我打错了，这是 C2 了，好了，这样他讲 C3 那答案是对的，这是 C2 了，所以 C2 是这个位置 A1B1A3B3， 而且是正的，帮我改一下，这是2了。我没有注意到顺序，所以剩的你们就赶快自己写了。再核对答案，39号。老师 ，C 二不是负了吗 ？Sorry， 是负了，有负我都还在写啊，稍微注意一下 ，C 二也是负了。好，39号。等一下 ，B11B2C2， 所以 B11B2C2 对啊，所以这边是 B11B2C2， 所以它位置是正的。对对对，看到，所以这边是大写 A3， 它是正的，所以旁边照抄。好，40号 ，B11B2C2， 对，所以这边一样是
A 一 C 一 ，A 二 C 二，好，这样它的值会是负的，所以代数一直是要大写 B 三，会是一个负的。啊，我已经写到累了，所以你们就自己对答案了。42号，真的，对对对，好，你们就赶快对一下答案了，应该不难的。这边是 C3 是真的，好，所以你这个表符号的表要记起来，蛮好记的，正的旁边一定是负，负旁边一定是正的，所以代数余子 是有正负的，余子是一定是正的，所以所谓的代数就是指的是正负号。好，我们直接看那个病例。如果今天三阶来讲，如果按那一个三阶，我按 R 一展开 ，R 一就是横的嘛，展开就是元素乘上代数余值是大写，元素乘上代数余值大写，元素乘上自己代数余值是就是大写的，加起来。所以今天那一个三阶的话，到底有几个展开方法？你可以猜一下答案，就是了。好，你们应该写到了。我就，所以今天三阶的话，总共有几个打开方法？总共会有行的话就有三个了嘛，列就有三个，总共只有六个打开方法而已哦。所以我就写在旁边这边了。所以它打开方法就每个都可以这样，每个答案都一样了，所以我放货到完。所以这个符号你一样写在旁边。所以这个是真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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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对，三阶就是这样做。先解完先聊，再继续。然后我们再讲四阶就看例题了。没问题，我向下。好，我向下下一题。好，四阶的话就是总共有16个元素，这样它总共是有，共有，打开方法，总共会有8个打开方法。展开，很明显就是 C 有1、2、3、4，就4种 ，R 就有1、2、3、4，也是4种，所以总共有8种方法展开。所以我们假设看第一种，如果按 R1 展开的话， R1 就是这一行展开，就各自的元素乘上自己的代数余值是，元素乘上自己的代数余值是，再来是把它加起来。所以你按不管你按什么展开都可以，所以这是四阶五阶都是用这方法去展开。你会发现展开过后它会四阶变成三阶，三阶变二阶，所以我们把这方法叫降阶法。好，所以我们在讲定理二，课本第十一页哦，这个定理略懂就好了。如果今天行列是某一行或列的数，就讲它的数就是指所有元素，所有元素与另外行的列的代数余值是之积，都会得到是零哦。这个我们就不证它了，反正这定理一定会用在三阶逆矩阵推导的时候，我们就直接用这定理，我们叫它定理二。所以我们假设。看一个例子，如果今天是 A 一、B 一、C 一、A 二、B 二、C 二、A 三、B 三、C 三，这一个你注意看，它们是 A 一、A 二、A 三嘛，所以它是用第一行，这边是 A 一、A 二、A 三，是第一列，这是第一列。过后，这个大写的 B 一、大写的 B 二、大写的 B 三。是在第二列的代数余值是，它是第二列的代数余值是，
这黄色是第一列的元素乘上第二列的相对应代数原子式，所以第一列第一个元素乘上第二列的第一个代数原子式，它们加起来一定得到是零。这个你可以看根本它是讲正的，反正你把它展开，最后算出来真的是会是零。它就是一直叫你展开。好，我们这个一阶、二阶、三阶、四阶都是这样展开方法哦。所以我们现在学的全部是叫降解法，把它这样慢慢展开。所以我们概念讲完了，就直接看实际的操作。好，这一题刚才已经讲过了嘛，我们这样展开会得到这个结果嘛？好，我就先跳掉。我们现在是，我先把所有定理讲完，就讲今天一阶、二阶、三阶全部可以用这个降解法去打开。可是如果二阶里面是这样写，太麻烦了。所以我们就观察这个结果，你会发现刚才我们讲的 A 这二阶行列式，如果我用第一行 R1 展开的话，是不是 A1 乘上它自己代数余值是加 B1 乘上自己代数余值是，我们把代数余值是把它打开，是不是写成这个结果？好，我们就为了方便的话，每次这样打开太慢了，二阶其实有个更快方法，我们用这个结果去观察 这整个这个结果跟这原式去观察，它是想得到的。你会发现第一个是 A1 B2 是对角线相乘 A1 乘 B2， 第二个是减 A2 乘 B1， 是不是 A2 乘 B1？ 所以你这边可以把它看成是这一个，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这样 A B C D， 我们一开始用对角线相乘 A 乘上 B 线，所以我们就得到的值就叫 A0。 好，接着这边是减，所以这个方向左上到右下是加的话，反方向下去变减，减另外一个方向是 C 乘上 D 倒反减上去，所以王线下来是加减上蓝线上去，所以蓝线上去的值乘出来是 CD， 所以我们把这结果背起来，所以以后二阶用这个会更快，不用用这个定理器慢慢打开。所以举一个例子，如果今天一二三四打开是什么，就是一乘四，我用这边一乘四先，一乘四反方向过来三乘二，记得用减三乘上二，所以等于四减六等于负二，这有问题吗？所以以后我们就用这个快的方法了。反正刚才定理是讲，不管你用什么阶，五阶、六阶、十阶都可以这样算。好，二阶我们用这个阶这样打开过后，发现有这个性质，我们就把这结果背起来。所以这就把它背起来，从这边减去另外一边上去。所以这一题就自己算一下，看答案等于多少。所以这个我们就把它先乘，就会得到 sin 乘 sin 就是 sin 平方哦，减。反方向我用不同颜色笔，这个减负 cosine 乘 cosine 就 cosine 平方，你会发现这边负负得正，就是你高一背了很熟的公式 sin 平加 cos 平会得到是一。好， C 那题 D 那题可以自己做，我们还有六分钟，讲完这两题就结束。今天我们找一个人开始做，43号，你直接跟我讲谁乘谁减谁乘谁等于多少，这是一个等式来的，所以我要找 x 等于多少，这是求值，所以43号。哦，讲座给我写一下，你跟我讲这行列是想打开，我帮你算这个，要打开二阶，谁乘谁？二阶。嗯。A 那
x 乘负一啊。对 ，x 乘负一，所以是 x 乘上负一，然后呢？二乘二。他们两二乘二，这样这边中间是什么关系？加。是加吗？这边公式，公式在这边 ，a b c d 变成 a d， 然后哦减。减 c d 哦，所以这方向减去另外方向上去哦，所以变减了。题目告诉你它是等于七，你心算一下整个值会是多少？负十一。对，负 x 会等于十一 ，x 会等于负十一。好，写一下答案呢。好，你这边。两根 alpha 跟 beta 是两个，它两个根哦，这是高一知识点，等下我们再复习给你啊。所以我先大概复习给你啊，还记得两根之和吗？二根之和，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alpha 加 beta 公式是什么？二根之积。讲到它两根，你就是写两根之和，两根之积，公式还记得是什么没有？能知道吗？公式是不是 a x 平方加 b x 加 c 等于零哦？公式就是负 b 除以 a， 这是 c 除以 a， 所以把数据带进去，负的 b 是七。A 是 E， 所以是负七。嗯，对对对，按我解释对啊。然后 C 这边 C 是有一个负号哦，所以是负十三除上 E， 答案是负十三。好，你要把这两个条件写下去，我们知道一个是负七，一个是负十三。两个都是有个负的，接着我们再把这个行列式展开。这个行列式展开 ，alpha 减 alpha 负一 ，alpha 加 beta 还有 beta 嘛？我们刚才讲了，就把对角线相乘，勾相减，所以这个是 alpha 乘 beta， 所以再减上去，方向是用减，所以我把它写出来，就是 alpha 乘 beta 减。负一乘 alpha 加 beta， 你上面已经算到的数据带进去 ，alpha beta 是什么？负十三，负负得正加 alpha 加 beta 是多少？负七，所以这答案就是负二十。好，我们今天大概上到这边，剩两分钟先消化，有问题可以问。啊，所以这是你的公式哦，二阶的公式。如果你不用降解法，你就背这个公式写。如果你要用降解法，就像我们这样写，按什么展开这样。写一写。我们应该给不到功课，应该拜五才能给到功课。如果你觉得太简单，你可以自学了，过后先做一下功课。一分钟就自习啊。老师，公式只用在二阶的。二阶才会对哦，可是刚才讲的降解法是任何一阶都对哦。对，对角线降解只可以在二阶，如果你。有空可以翻下课本，三阶的话，它不是这样算的哦，它那个叫萨拉斯法。好，我们先上到这边了。只是问那个萨拉斯法哦。Oh no， 老师走了，好吧。